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正妹来上课，她是新手。那第一堂课我们先练剪刀哈。那剪刀从今天有做了五个基本动作哈，那回家可以自己一个动作练习五分钟。好，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做，来，来先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那个剪刀的开口先从小的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变快变大。然后重点就是大拇指动的那一只，就是这一只。来，你剪刀打开，好，这一只不可以动。你大拇指动的这个可以动，但是这一只靠四只手指撑的地方，就是这一只不可以动。好，来，你再试一次，来，好，有点动到，好，不要紧张，来，对，好，刚开始不熟的时候，你就从小开口开始做，做到确实哈，然后慢慢的做，然后再慢慢变大变快。好，下一个动作。来，换边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动作哈。好，跟刚刚一样。好，慢慢的哈，不可以动哦，只有大拇指的那一个可以动，其他四只手指的那一个就是不可以动哈，因为这样子剪毛的话才会整齐，不会 kick 感哈。好，再接下来下一个动作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小美女现在是第一次弄哦，大家可以跟她一起学哈。好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动作。好，来，好，下来，好，开始。好，慢慢的哈，好，有点动了，慢一点哈，确实不要动，还有确实要合起来哈。好，来，再来反手，反手。哎，你错了，刚刚那个是反手。好，那就是换这个哈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很好哈。现在大家就是回家每天一定要练这个五个动作，确实练哈，一个动作五分钟。好。